阿熊猫，阿熊猫，哎，阿强哥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哎，我路过这边，过来看一下你跟孩子。哦，没晓得，叔叔哥那边。嘿，不好意思。来，我上次你聊天的时候不是说孩子喜欢吃鱼吗？给你带了两条鱼，拿着拿着。你怎么还买了两条鱼呀、啊？这很贵吧？不贵不贵，没事的。不用买鱼的，你人没事。啊，下雪了，为什么你穿那么少？上次我给你买的羽绒服呢？我舍不得穿，我说留着过年的时候再穿。哎，没事，过年的时候我再给你买，就换上吧，听话，就换上吧。换我这挺好的。太冷了，都下雪了，去换上吧，听话，去换上。来吧，走吧，去换上。那我去换了。嗯，好好。哇，怎么了？太漂亮了。是衣服漂亮？不，衣服漂亮，人更漂亮。没有，阿强哥，我先给你去做饭。好的，好的。什么？这个鱼我怎么煮？阿姨好，阿姨好。有什么事情了？这意思啊？是谁们的哦？阿姨好。怎么回事啊，阿琼？是不是阿姨不喜欢我过来呀、啊？没有没有，没事没事，不用管他。阿姐哥，你做吗？做完我先去给你做饭。嗯，好嘛好。阿琼猫，小心点，别弄到手。没事啊，弄不到手。哎，阿强哥，哎，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可以，你问啊。你有女朋友吗？你干嘛问这个问题啊？你是不是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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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我都还没说出来，没有什么呀。这就是阿菊吗？哎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买鱼吗？知道呀，因为我们喜欢吃鱼呀。不对。高兴呀、啊！从来就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，真的。你每次来都给我们带这么多东西，对我跟我儿子那么好。没事的，不就一条鱼吗？真的，你干嘛呀？别难过了，你干嘛？谢谢你，阿强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来吧，多吃点吧。我知道你上次你说你跟儿子喜欢吃鱼，来吧，来。谢谢你，多吃点。谢谢你，你也吃吗？哎、嗯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你也吃啊。你慢慢吃啊，我吃好了。你怎么不多吃一点呀？我吃很多了。阿熊猫。嗯。你有没有想过要走出大山，到外面去工作啊？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我爸爸他本来身体就不好，
然后我又没有什么文化，又带着孩子出去也做不了什么事情。没事呀，你到，要不你到我公司去做事吧。我带着孩子做不了，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呀。可以的。不去了吧，带着孩子不方便。哎，好吧，你如果后面想走出大山的时候，你随时跟我说，你可以到我公司来上班。好的，谢谢你啊，强哥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阿全梦，你快回去吧，不要送了，不要送了。没事，阿全哥，我送你上去。外面还下着雪的，很冷的，你抱着孩子快回去吧，不要送了。没事的，阿全哥，你就让我送你一下嘛。哎，那好吧。我就先走了，你啊，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孩子。好的，那你路上慢一点。好的。阿强。怎么了，阿强？那你下次还来吗？我困了的，时候过来的。你快回去吧，快回去，外面好冷，带孩子回家吧。慢一点。好的，拜拜。我就喜欢别人看不惯我，又干不掉我的样子。